三名，第三名，有请我们 Grace 跟 Winnie。耶！这两个以后就，这两个是代表已经以后这个华东的第一的女双了啊。冲华！哎呀，冲华！冲华！金花沙子哦，金花，金花，对呀对呀对呀，两朵金花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是小花，我们很荣幸啊，小花，你们俩还小花，我以为你是我的小花，我们是小花，对，我们是小花。威尼，威尼是从那个网球队看出来，威尼的体育天分是真的非常，高尔夫，啊、网球，拉丁舞。哎呦，登山团，登山队都是没有分，那个文体都是非常非常。那Chris就更不用说了，Chris有那个 Michael 每天的陪伴。对，Michael也要搬个脚。继续啊，金，下了，耶，这样呢？啊，这个走，那这样就请那个男神的。男神。好了，那谁跟拍照？拍照，笑了，笑了，笑了。他要妩媚一点，妩媚一点，妩媚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这是进。可以。颁发金花女双冠军。哇！观众期待。Lisa， 收。第三届的冠军，你不能那个，要你又要你了。像丽莎呢，是足球已经超越了那个男足了，你准备要是加到男子组了啊？对，笑也厉害呀，一出三就拿冠军。来，陈丹给你带一发，颁奖是啊，小蜗牛，商务小蜗牛给我们小白兔，跟他协议啊，恭喜恭喜，好，两个其实两个打得非常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尤其小白兔这一年进步的比赛啊，年轻赛啊，很好很好，两个打得很好。一年的功分，这是这两个人的比赛。亮眼睛啊！啊，漂亮，颜色也漂亮。全靠那个 Amy， 全靠志军了，真是。Tiffany， 阿关，哇！那 Tiffany 是找那个谁带一带吧？找阿关吧。交关吧，交关吧，没事。一个拿两个，一个拿两个。姥姥，姥姥过来拥抱一下吧。姥姥要当领奖。哎呀，别你别拖，别拖，别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别做这动作，直播要拿个灯戳呢。我要小花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美女，美女也送的，美女也送的组合，组合你们是，美女化妆呢。下面颁奖小花女双冠军组，Maggie，Lily， 哇，这两个组合，这两个组合我在啊。从那个性格的配搭上面非常的佳，一个是急的不得了，一个跟你磨的不得了，所以这两个你们以后就这样组合下去。所以他们没有打之前，我就说肯定他们拿冠军。但是一个人磨，一个又急，对对对，你拍打不起这个可以磨，磨的你。我开一个机，过来六秒，然后你喜欢比赛，不管你是。